菜场的，妈真贴心呐、啊，年饭都准备好了。哼，听说吃饭还能掉装备呢，那还等啥？开吃啊！刚才真悬呐、啊，幸亏我及时赶到。你的压舱技术又省心了不少。你的身体走位也不妨多让啊。年夜饭，咱哥俩走一个，带我们饱餐一顿，躲在桌下埋伏刚刚那两个瓜皮，岂不妙哉？哎，他想干什么？不是说吃饭吗？他为什么踢我？这是暗示我什么吗？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好像也没什么。那我应该脱衣服吗？不对，我是男的，那我还应该脱衣服吗？不对，我是虚拟角色，连二次元都不放过。哎呀，这个举杯互敬屠苏酒。散席分尝胜利茶，好诗好诗，除夕夜我们放下武器，共饮此杯。哎呀，大老远就闻到饭香味了。祝大家新的一年落地98K，进门拔倍镜，处处医疗箱，局局天命圈，防弹铁头团，祝大家祥云瑞气聚鼠年。